兄弟集结，全新战友系统震撼登场。新玩家进入游戏后，可推荐一名老玩家为自己的战友，每个新玩家只能推荐一名战友。推荐成功后，新玩家获得一定的道具奖励及经验加成。被推荐的老玩家在新玩家获得经验时，按一定比例获得 FP 点数，也可通过购买黄金假面道具获得 FP 点数，装备后经验值增加10%，可与其他装备叠加。双方战友关系在新玩家达到少尉后自动结束。FP 点数可购买稀有道具。猎狐者 X， 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子部队中的精英，任何敌人在他们看来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斯沃特精英，他们精于打击反恐、拯救人质，危险的高难度任务中总会出现他们的身影。蓝色水晶系列武器，整体枪身由代表友谊的蓝水晶制作，五把武器性能全面，可以满足玩家在各个模式下的作战需求。全新地图皇后码头，皇后码头地处卓越，地理茂密和运营狭隘，潜伏者为其不可告人的秘密企图占领码头，保卫者得到消息赶赴码头，希望阻止潜伏者的计划，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全面优化，在原有的新手模式基础上，增加了15个全新的新手任务。新玩家创建角色后弹出，完成全部新手任务后，可获得丰富的道具奖励。新玩家通过任务说明，也可对游戏模式有一定的初步了解。玩家完成任务回到大厅后，自动弹出任务完成提示及奖励展示。